爱国风，爱只小说家，对艺术家朋友的咖啡馆里，等一下老朋友，点一咖啡，聊一段客家的风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一峰。今天欢迎大家来到安详风化，来到这家艺术咖啡店。今天请到一家朋友是认识很久，不过很久没见面的一家老朋友。他是小剧场里边当中有一家先锋者 ，pioneer， 美哈卡电视台里边当中有一家演员温吉星。我想今天请吉星来谈事情以前，应该爱。先请吉星来介绍一下。台剧家好，我是温吉星，了下的客家电视台台剧家圈主又可能爱哈，也几乎当当都有。你刚刚讲我是什么？剧场的先锋。先锋啊！好，唔系啦，台剧家全就这样称呼我说剧场界的化石跟传说啦。化石老传说哦，爸爸。其实讲的比较不好听的就是老屁股了，老屁股，剧场老屁股。先锋都是先躺在沙滩上的。不过讲真嘅咧吼，你做嘅俩戏剧中哈，做二十六年按 QS 嘅，25年，二十，安尼乡下土文化太好嘅时间，你做出个。哎呀，我文化大学美术系科班毕业。所以高中的时间就读阳明高中美术班嘛，勉强挤吊车尾应届考上文化大学美术系。跟他讲，我还重考三考都文化哎。那我比较厉害了。当然当然。但是还是吊车尾，那个时候就上了文化大学美术系，我是成绩是班上最后一名的。真的。对，因为都下课以后都跑话剧社。就在因为你要演员差不多小剧场对吧？也可能它是一个我们讲那个前面的缘由还是什么动机之类的吧。以前就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演话剧，因为听说话剧社女生比较多啊，然后我们就去，然后就变成话剧社唯一的还是唯二的，还跟同学结伴去。然后就在台上演话剧的时候就很兴奋啊，哎呀，然后就感觉到那个时候演一个匪干，然后在墙上在台上被乱枪打死了，然后哇，一两千个学生同时帮你鼓掌，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原来我还蛮爱慕虚荣的。你是说高中还是大学？高中，然后大学就自己跑去找话剧社啊，然后。话剧老小剧场某昆庸啊，话剧老小剧场完全不一样。哎呀，所以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剧团刚好有一个因缘机会啦。那个时候我们剧团的导演就到我们话剧社当指导老师，他给我就本来有邀请我说要进他们剧团，我说不要啦，我都四年级大四成绩都出来了，我老爸老妈在台东等我，我想要回去当。小学的美术老师，对，结果没有想到，去给他们帮忙，他们的一个剧团的演出叫《平方》，然后那个导演田启源，奇怪，那个怎么都没有讲话呢？整部戏都没有讲话，也没有什么道具，也没有衣服，什么都没有，怎么就一个男的穿着一条小白短裤从舞台的后面？左边走到右边，就这样吗？看不懂，可是我觉得好迷人哦，我好着迷。我觉得虽然看不懂，但是我觉得里面好像有一些吸引我的地方。买东西，不能一定没给条拍摄的这段部位吧？买东西。原来我这个人。那个大四的时候在美术系的时候就有一些习惯，我会蹲在那个舞蹈系的舞蹈教室的那个门口
你说是我们？我会蹲在那边看舞蹈系的学生跳完一整堂课，然后所有的舞蹈系的学生，哎，这个人怎么怪怪的？我的脑袋画动态素描，所以可是因为那样的开头啦，所以我就开始我对那个我看见的那个人的那个动态的这个事情，跟人是一个完整的作品这件事情，因为人的身上有线条，因为我们学校美术课有的时候要画一些素描什么，然后我自己后来也有打过工，是做那个人体模特，所以那一个对于人是一个作品这件事情，就那时候蹲在那个舞蹈系门口的时候，大概就是在看，就是好奇人是怎么一回事。苦多给的看给的舞蹈系的生外了哈，因为安全文化大学，他也有男孩子啊，他是有看到谁来一样，全部都看到生外。看到个什么，就个跳舞的个身体里边有一只动态线条，就个，给老小剧场舞台当波演员表演出来一个这种身体的动态线条，有吗？某困扰地方？剧场它几乎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艺术了。对，人是在活动当中，人是在动态当中。然后说话是一种表现，身体的延展或者是那个。张力也是一种表现，所以我就对于人的这个能屈能伸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进剧团之后，我们就做了2年的身体训练课。哎，你讲了身体的训练哈，其实讲到了声音，我用哈法来讲到当年神专业还冇讲，不过啊，是讲你用阿娘的表述来是看呐，啊，你讲到一张你的身体做的像一张。橡皮糖，兄弟那样了哦。一做绑手啊，两个一只过程。从小剧场的给身体训练里边，敢有按胎，像舞蹈啊。冇，基本按胎啊，给他的重点是说要很精准的表达情感，用身体情感的表现。一个身体如何移动，然后到了某个特定位置的时候，它会成为一个符号嘛？身体的符号。那在观赏者的角度上面看，在解码那些符号的时候，他们脑袋里面就会同步产生，共同的情感。因为大家看这款演员就当白看你个两个表演，啊，你两个做戏。不过，其实我记得有讲过讲，表演老做戏其实是两种无困扰的东西，是吗？表演做戏。有的时候，我不是，我时常这样子老来跟后生来是在用解释，表演的时候，那就讲，你必须要能够同时是一数字啊，数字的一， yeah. 老，假如一个群体里面有十个人的话，就是十分之一，所以说当我们在剧场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会永远都是用主观的一来看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有的时候你必须是，在那个群体里面，比方说在角色里面，一个戏如果有十个角色，但那个角色他如果会思考的话，他也会是思考到他自己跟其他的人的群体的关系。所以又要是一，又要是十分之一。都提到的演员，对你做，因为没做过导演，没剧场导演，知道吗？对你来讲，黑色在暗恋的演员都当不会是个。你到底是做戏还是表演？那个演员，我们说你必须要生活在里面，或者是你要必须进在那样的空间里面进行创作。所以那个表演或者是做戏，它就是一跟它就是那个数字的一跟十分之一，它就是主客观。当我可以当我的目的是要建构我自己的角色，然后要说服观众，要能够让观众能够产生同理心，那个一就变得很重要，因为你必须要认识自己，你必须要认识角色，你必须要把那个角色完整的一把它建构出来。但是当你在跟其他的角色，如果那个焦点是在其他的角色、其他的演员身上的时候，你又要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十分之一的搭配者。对，所以那个做戏是比较。广的定义，他发了一种美术方式。对，然后做表演的话，他会其实是比较像
我们会因为以前大学那个时间刚好是解严完，戒严完，刚解严，那个时候我上台北读文化的时候，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台北忠孝东路一天到晚都有游行嘛，游行，然后也社运学院，学运动都会时间了。对，所以那个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进到大学里面，那个思潮是整个进来的。我真系记得你应该读太好嘅前后一段时间咯，研究生就会按那个。啊，你给戏剧馆选后面只百花子呀，你懂？哎，百花子。大白猪学运就涂个百花子，太搞丑美。我昨晚记得阿姨涂太好食啊，包就让阿金哥讲，无本来看到涂个丑得的。哎，矮呢，也讲一样的话。不一样的发没有？一样的发。然后啦，读书不啦苦都给得来了，就不准参加学运的意思。所以我们就转向。那个时候大学又比较自由一点，所以那个书店里面的书几乎都是我没有看，我等于是当头书全部进到一个新的世界，所以那个书那个时候读的书都是哲学的，也听听啊你啊读沙特、罗兰巴特啊，然后存在主义啊，对。不过我想哦，海姐的时间同宋玉哈，因为阿你工作加哈小剧场土吉星店，你是五年来，佮占据了温吉星佮归档年的女神的一。班以上的时间，不过安尼来谈一下，就是海杰的时候谈一下安两个小剧场的培养的先锋，哦，不光给工资，即个还老屁股也嘛个吼。不过一天来谈一下，兄弟坚持安吉维尼，伊到底认为看到两下台湾两十年、二十年来啊，戏剧创一出以来改编，韩国了的观众改变很样的，想法有很样的。我想接下来海涛的时候来谈一下啊。剧场 no boy 也得他太耶大环境的问题，对，因为也得好像那叫先锋应该比太大了，所以我们是把剧场称为第二个家了。嗯，在剧场里面，我们生活在那里面，黑胶地板就是我们的床铺。嗯，对。那我们在剧场排练场里面都能够找到同类同伴，有陪伴，然后有活动，有创作，有滚动。对，啊，这样就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你上一节的时间谈到当多即兴剧组啊，刚开始做剧场的时间啊，面对着身体，面对着戏剧最初原点的一些想法。我感觉其实即兴读小剧场带按 Q 的时间，那就一直当好奇哦，因为来按你讲小剧场哦，原则上是当唔好生存的一只条件哦。面对到今天还没黑没？哎，那是都没。不过因为你时间暗长，黑啊，张老来三年五年两啊，唔敢讲。不过你来二十年，二十年来到台湾土，给到解严时期，因多了哈有二十两年的时间。你从小剧场的那只角色，从零几年按照一只剧团的角色来看，你两个去面对到实验老大环境，哎，两件事情的碰撞。那段时间，我们都知道那个社运跟学运，在那一个时代里面，它有一个特殊性，整个社会的风气，或者是整个社会的议题，都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上，政治上有那个国民党、民进党，然后那个社会议题上面有同志的议题，对，所以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是整个舒展开来的，在一个。本来是包成一团的嘛，然后在那个时代里面，大口来，哎，大口来，归在大口。所以我们恭逢其盛，在那个这个五年级后段班，然后就考生，在那个时代环境里面，然后参加了一个最前卫、极其前卫的小剧场团体之一。那个时候，同一个时期有优剧场，有何卓岸，然后临界点剧香路，台湾沃克，然后。那个时候，感觉上那个时候的小剧场的表演者或者是小剧场的工作者都，我们大家会这样子开玩笑讲说，大概全台湾最聪明的人都去做小剧场，为什么？因为小剧场非常的快速，因为在报纸跟电视还没有那么的打
打开来的时候，小剧场就是直接可以发声，就是直接去讲一个议题，然后直接在舞台上面直接表达给观众，把那个所谓的想法，关于一个人或者是关于一个社会环境，对于整个感受性的问题，对，就是透过小剧场的表演方式去表达出来。确实，几只台时都已经改变到讲，你还天时条件的，网络条件的，无像以前，以前其实报纸也好，杂志也好，其实佮还有当多各种冲撞的磨合期，无可能像一开始就全部展开来。不过面对社会的变化，其实小剧场反而当下就做面对面，本立到相爱的安阳的议题的一批人。做的去迅速透过小剧场的表演，做的理解讲哦，原来大家对这件事情给他想法跟看法是安尼。嘿、hey, ，那个时候在进入剧团之后，做的第一部戏就叫做《白水》。白水，拍水，听阿勇讲嘛。白水，哎，白水，拍水。演《白蛇传》嗯，四个角色全部男生演。嗯。白蛇也是男生演，生就我演。然后我就穿着一条小白短裤，我就演白素贞。那个时候在永琪东极百货演的时候，哇，满场的观众八百多个观众，每讲一句台词，观众的笑声就像海浪一样，这样从底下这样卷过来。45分钟的戏，从头到尾那个观众的反应就像海浪一样。那个时候，隔几天那个。报纸一文头版全那个副刊啊，全都是头版，全都是白水效应，就是说，因为大家没有看过男生演的白蛇，对，那么认真的在台上去呼喊着，哎呀，我腹中的鹅啊，所以那个时候，现在大家看可能都觉得没什么，什么看反串啊，看什么的，大家就可能习以为常，可是，在那个时候，哇，那个舞台上面直接想要跟观众去说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小剧场是用最直接的身体表演方式，或者是文本念白的方式。其实阿娘其实没冲撞到戏剧本体而已，我说其实没冲撞到给时间啊，大家对性别阿娘一种意识。对啊，你用去面对这种西藏西拉去诠释，其实是这魔幻写实的爱情故事哦，其实个爱情的基础，知道吗？阿你阿能讲起？我俩有搞后生的嘛，有的时候会帮他们上一堂课，就叫做白水导读，那就会老给就会把我当时演那个白素贞那个白蛇的那个念白，那个念白我到现在就他都可以直接读给他们听，比方说这个。是谁在那轻轻晃？轻轻晃？是谁在那深锁眉？是谁在那声为泪？是谁在那悲催？玉环秀两眼含泪垂。演着演着我就想演我就想脱衣服了差不多就可是我说这边有一个点哦，因为你回溯到你三年以前的时间，你给这张打开来的沙飞有一张阿娘的讯号被带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没有任何一点感觉奇怪的说啊，600个800个1000个观众给这种 feedback 给你的那种声音或者一种注视或者一种想法，其实就像台后来啪啪的滚过来啊。然后这个时候一定要弄，不过你哈弄，那大环境变化都按夹个时间。你作为小剧场的 pioneer， 人家沙滩暗滩暗潮，地方都在去耶。你哈弄面对的，无法面对，无法尿尿跟无法面对。如果变得太快了，他以前做戏，发传单，发1000份，大概只有10个人观众会来看戏。啊，现在是一天到晚都有人在演戏，从年初演到年尾，然后那个演出的小剧场团体，哇，好几百个。对你来讲，应该没坏事情嘛，因为你在2年前，你都给毕竟先锋的小剧场的演员，看到很多后场人慢慢的跳到那个大火坑里面了，
其实后事情了大火坑呢、其实我在教学生的时候都能够获得一种欢喜开心了、那个开心是我好像可以从他们身上看见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个、那个时候看见的是说有很多事情都不懂、但是对于剧场里头有一种着迷、他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所以我才想说弄一个课然后去老后三年做一些互动陪他们、跟他们分享一些我们的经验这样、最主要是我从他们眼中也可以看到原来他们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些说法、那有时候跟他们说一说以前我们的环境或者聊一些我们的表演的方式然后用这样说的方式其实我发觉他们不太需要知道太多的所谓的书本知识的东西对他们如果需要知道书本知识的话就去读课班就好那他们其实很多的时候他们都只需要你陪着他他只要感觉上他只要在剧场里面所以我们是把剧场称为第二个家了在剧场里面我们生活在那里面黑胶地板就是我们的床铺对那我们在剧场排练场里面都能够找到同类同伴有陪伴然后有活动有创作有滚动对啊这样就很好马斯豆你好你应该要看一下透过一个 VCR 你也看一下即兴给图小剧场发稿你可以到地方给多地念的老给家说的其实完全没用钱去思考那样去运作小剧场而用培养小剧场工作者那样的心情去创造出来一家小剧场学校这样看你的东西不着急慢慢的做不行第一个房间的练习是自己的房间一号房间门打开来里头是野外的环境你是一个野外的动物你演了一个风评不佳的角色哇他太棒了因为他只拥有你你只拥有他多好这整个过程里面我常常想说演出好的会过去坏的也会过去那到底拥有什么因为我有演过剧场因为 不需要过瘾所以剧场里面只有剧场戏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位置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人生是没有办法你们各自的人生太大是倒不进剧场你已经来两年了然后你仍然觉得自己在剧场里面没有自己那有什么好奇怪的东西啊我们现在就算活到五六十岁你拿着镜子一样看着自己还是一样有一种陌生的美感事实上今天假如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小剧场学校这个课程有开的话啊我去参加我大概也会退出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并不是你自己能做什么它就是一个长期课程你如果觉得它是一个好处的话你就得要想办法带完每个人都得要自己想办法带剧场里面没有成因为剧场所有的工作如果散尽了你的责任跟你全部的心力下去投入下去都是最棒的事情那个风景会随着你走路的速度变化但是不用着急今天说哪一工作没呢其实在表演的时候因为表演的工作也是给一个基础的判断的基础点也是我们可以用特别欣赏的演员其实说如果金碧天视台 Hip-Hop 片表演然后金碧天视台工作表演我说两个时段来说谈到的时间
啊，作为一个编剧来讲，我说其实是无可用的事情。各位观众朋友啊，安利双人节其实看到一段 VCR， 这段 VCR 就可以即兴给出小剧场学校，然后了的啊，后生的啊小剧场工作者，给我同位当的画面。其实我第即兴哦，做了只小剧场学校，第六年，那第做了六年，完全没了政府申请补助，那个一点点也差不多是等于。比例上应该算是没有算某啦，只要算董事董事可以跟买片董事我们拉一起来做我们是讲的，其实出毛了，因为你在你做的事情其实等火应该国家也好，市政府也好，应该是愿意拨一定的金额去赞助你做这件事情。台北市文化局还是每年经过那个会期，还是有一些固定的补助，少量的补助。那其实我们这几个小剧场学校大概就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那我们这一个群体那刘师吃的工，我们就回归到一个人跟人之间最简单的关系，就好像我们愿意这样子看待剧场，就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小剧场学校老师吉米他说的，对，他说剧场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嘛，所以我们这个课程也就是让他尽量就是有学生愿意学啊，我老师愿意教，因为我老师我都得要去拜托一下，这边拜托一下，那边拜托一下因为就没有终点费，就委屈老师，可是希望老师那个我邀请来的老师看到的是一群非常有热情，他们是真的愿意表现说他们有那个需要，对，所以在只要有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人跟人之间就一个课程其实简单一点就好，对，我们不用把事情搞得太复杂，对，因为谈不到的话其实一定有当中有一大部分其实跟演员的表演训练有关系，那么其实不会说小剧场天人有当场的时间，好像金色没有三年以上吧，会担任天视台客家电视台的演员。哎呀，因为就我这个啥一个认知啊，还是都天视台的表演，老小剧场的表演，演的时候有一些的模块用两片最有当场的时间，跟这个一定会看到了两片，身为演员的时间，就是面对模块用的一个想法。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剧场跳白了，真的不能活人。拍戏拍三个月，演出费7000或者是10000多，都有，或者是完全没有钱的。天亮我最低工资的呀。对，所以我做剧场，那个35岁的时候已经做了13年了，然后有一天发现到自己没有钱吃饭，那个全身上下口袋掏出来空的，那个零钱加一加还不够买一个便当，就很可怜啦，懂吹锅啦，可是老天爷就不会把你饿死，那个时候就碰上梅芬，做了一个客家电视台的恋恋秋山线，恋恋秋山线，在恋恋秋山线之前也东跑西跑试镜的试了好多都没有人要你，因为根本没有知名度嘛，结果恋恋秋山就碰着贵人了，对，那林志儒导演也是恋恋秋山线，对，他也碰着阿如导演，所以从恋恋秋山线开始就展开了我客家电视台电视公务员这件事情一路每年拍，结果我现在的履历从12年前开始，那个我的作品履历全部是客家电视台，客家电视台。不过刚刚讲到一条当中有一点哦，就是客家电视台演员公务员那样。其实我印象讲了一只词汇是给我跳，但是会引转出一些当好教的东西啊，当好教的方面啊，就相当于在。一张脸，当你
卡登家家给卡棒啊，你就走到天使台讲，哎，阿拉拍片了啊，给你放不开，哦，搞太阿了哦，就当你有当你那工作阿了，啊，对，够量你一张个戏阿了，所以讲一张演员变成一张公务员的时间，你我一张，当然阿你你还讲少了，人家两啥讲少，不过我一注意这都讲。演员公务员两件事情其实说讨论一下嘞。大家一般哈、哦，大家一般都看待表演是这样子，是都会比较注重在角色部分、嗯，要如何把角色做好啊？大家就讲说怎么样入戏啊？大家怎么样、嗯、怎么样去准备？怎么样的？那个是为了让那个角色是非常精致、非常好。对，所以比起把角色演得非常的精致，让大家喜爱，我更看重的是那个演员的工作，我有没有偷懒？亲自的一探讨的一个部分了，因为当然一个好的演员啊、哦，韩国受欢迎的演员，我必须先讲讲啊，受欢迎的演员，然后好的演员，俩之间可能有一些微妙的诠释上的差异性呢。头摆我个剧团那个导演，他就有给过我一句话嘛，他说，不期待你做台湾，第一个最好的演员，他说可以期待你做台湾第一个最像演员的演员。你用诶老演员变做一张工作，啊，所以那件事情我懂在意，我是说我这个懂在意，因为我是说其实某一天有按到新进的演员吼，还后生的演员，佮我去想两件事情，就讲，佮这个爱去表演，佮每个爱去工作，没呢？其实到去表演的时候，因为表演了工作，我是做个基础的判断的基础点，我是无困用。特别后生的演员，佮伊讲，我今日去电视台去拍片表演，然后今日去电视台工作表演，我说了两只时段来讲，我谈到的时间。啊，作为在编剧来讲，我说其实也蛮困难的事情。在拍戏的时候，我们碰着的就跟剧场的小朋友就不太一样。对。那对他们来讲，可能他们需要很快的、很短的时间，他们就要做出来，就要做出成绩来。还没当干苦呢，对他来讲，轻干苦了。如果说一个东西你要急速的要到达一个。表演绝对没速食，就没有速食，没有速成的，没有速成。不管是哪一种表演课，或者是书本讲的东西，表演都不好速成。对，因为的确我可以直接教你说，那个表演要怎么样？活泼一点啊，那个表情要怎么做啦、啊？那个角色，他你可以知道，但是你真的明白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你不要希望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开关打开来，它就可以表演，因为那样子的表演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对，如果你心里面有个开关，你找到你打开来，那你要能关得起来了，关得起来就还好，啊，关不起来就完蛋了吧？对，那个人生那个台上台下其实。很多人其实没有办法搞得清楚，表演路径，你要如何进去到那个角色状态里面？如果那个路径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它是循序渐进的，那你就知道怎么出来。我想吼你俩应该来看一段呢，刚刚加下个即兴共度的路径。当然，你当然去老尼斯两年的小剧场两个经验。变到画面来了，大家介绍。我讲想大家做的看一下，听听聊下聊段VCR 啊，看一下即兴图画家天使台里边佮表演过的当多只角色。安尼了，看了的角色，看做图里边看到即兴佮做一只天使台演员的路径冇。安尼看一段安尼个路径 VCR。要钱的，爱穿的啦。
你就讲无，无爱了去。你说酒醉，包酒店，妨碍色查无啦。该搞一刀，就会做一刀。先生，你拜托，你一定要让你医好了。你这穷人的痴心狗狗，你们嘛该是了狗，该是会陪你，该让你拜托，该拜托你，该拜托你，该拜托。你同太子跟他讲，你同高中讲啊，去啊。做唔得。无聊的跳舞，好了好了，不是了。因为我所谓暗涌诶，所谓的美感，有修饰过的美感，就有粗糙的美感，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特有的那个情感，越粗糙的越好看，越好看。阿妹，只要那个是情感是真正是属于你自己的部分，而不是总是想要演。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們現在有一場的時間，唐頓之星廣東黨都小劇場廣東黨都幾多客家電視台做演員兩段時間，跟兩段美食一段是幾多小劇場學校做一個校長兼壯中的兩個工作者一個生活的細節，每看到兩天視黨不會去撲按到角色一個转变的一条路径啊，其实谈不得好，我都会想讲，其实啊，人讲一句话吼，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我讲真言的吼，老吉星算是一只同特别的一只合作状态。吉星有包括一些剧本看到佮编导剧本里边的一些演员其实伊都同奇特的关照。除了切落去讲就讲这个很容易看这个都在喊图戏里边也会喊出来，一直都很清楚我什么时间是在表演状态，就是在台上也会花很多时间去确认我自己是不是在台下，因为以前在有压力的环境底下去拍一个一场戏，对，那是一个崩溃的戏。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因为过程太短了，要求要把那个里头的东西全部一下子全部出来。就我后来我发现我拍的时间可能五分钟，但是我那个在化妆室大概那个手是抖的，身体是抖的，那到抖了半个小时，那拍才五分钟哎，对，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是剧场里面或者是拍戏演员里面大概我算正常人。对，能够运用这个表演这件事情，适度的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者是表达他人的情感，就是角色的情感，对，而没有一个谁占据谁的这件事情，就不会说搞不清楚，或者是没有办法恢复。可是事实上很多演员朋友，他们当然都有他们的方式。就空间事情哦，你是到你批搿只角色底部亲人呢，黑马改出来搿只角色是个亲人的黑马改了。我还是我觉得在谈如何把一个角色让它发光发亮，让它很精彩，让它能够被更多人看见以外，我反而会，比方说我们从一刚开始去讲，从学校从那个时候时代气氛进到小剧场，然后到。我就觉得我矮丁矮七卡木卡在我自己的家里面我一直都是23岁的小孩，
从我进剧场、进剧团开始，我在家里面的那个年纪就不再继续下去，就挺多逆色闪这个的。对，所以我现在一回去大概就是二三岁。那我爸爸也没有变老，他就是一样的。当然，实际上是真的老。可是我要说的是说，以前我是我爸爸妈妈的小孩，他们对我有期待，然后我是家族里面第一个大学生，在很多东西都觉得很理所当然的时候，可是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更大的压力是，我到底是谁？所以到二十三岁的那一年就找到了自己的，就是凭那个直觉，就我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虽然不懂小剧场，可是我知道里头有美感，我知道里头有一些很棒的事情在里面，里头有人，里头有线条，有空间，有一个作品，有很多元素在里面，有人的相处在里面，所以凭着那个直觉就进到剧场里面，想要，尤其在那个时代气氛里面，大家都会想要去认同，抓那个认同，说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在那个社会气氛，同样的，我们在那个时代进到剧场里面，我们一边呼喊，一边非常认真的在看待啊，我是谁。所以从以前的被别人期待的一个角色，到想要去认同自己我是谁，然后再花二十年的时间去在剧场里面去找出一条路来。然后过了四十岁之后，好像也走得大概那个剧场不能说完全清楚，可是该懂的也都懂。那我们就接下来下一步就要把自己的经验传承给后面的人。马兄，董东林对小剧场啊这个模糊的概论哦，还是都俩在剧中一次就会到幕后维持一个环境产业。有嘛该摊贩么？也有嘛该商贩么？就是只是那两个。你是五年的一个经验地方，你我想来都是想。你就看我用想啦。最终的原因还是最终的说法可能还是落在我从原生家庭出来，我想要知道我是谁，然后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我有走出几条路。然后接下来我再把这个路径跟其他的人，跟后面的人分享，把人看成作品来看待。所谓的美感，有修饰过的美感，就有粗糙的美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特有的那个情感，越粗糙的越好看。越好看。阿妹啊。只要那个是情感是真正是属于你自己部分，而不是总是想要演别人。所以看重自己拥有的东西，哪怕它是粗糙，那比方说像我们就很慢啊，我们做什么东西都很慢啊，反应慢，讲话慢，然后只有演戏的时候不慢。然后就是我很害羞，但是我不要把这个害羞当成是一个缺点。它反而是属于我这个人最好的一个特质。所以你是那种自卑的啦，活泼的啦，就是各式各样。所以我在那个课程里面就看到学生形形色色都讲，其实青春要做老的一张脸的东西得出来。对，像我其实各位观众，我给你一点钟的时间啊，然后即兴谈论的。不过对我来讲，请感动的，请感动的部分也嘛来做讲，今天还有一个机会哦，我做在去做导演，我想啊，不会想自信讲啊，我唔会讲去要求演员全部去想，让去诠释好一只角色听听。我其实感觉其实很难从一件事情讲，迄个
一隻演員嘅自家心都方有乜嘅東西，做得反開來，都都和老呢一隻角色做一隻結合，咪運用佢自家個人嘅特質，去為到呢一隻角色增加一隻演員做得本角色輕鬆又一隻改編一隻化學反應。我想其實呢一件事情對我來講，係金碧老之心啊講一點鐘輕鬆又一件事情，因為安尼就會做嘅。没作品，没全部作品你，其实是你老作品之间轻松的一种连接老结合。好像希望今天一点钟，啊，靠是正经听断的，因为做下集好不好？啊，做下集，做下集，那是第一回是要做下集。啊，希望我下一摆还有一只机会哦，因为一只 CQ 创也好，一只客家电视台。生一年以上的演员，佮做的讲的东西，做讲的事情，每一天每一点钟都讲的咧。我坦白说，今日就又本来容许我用一点钟的时间啊，终结你的人生啊。暂时停止，暂时停止啦、哎。但是仍然要继续哦。哎、反正谈对打滚没。终于你还在滚多一只空档的时间，再来好好的谈。哎呀，感谢你，感谢聊到节目。这个其实我们一直很认真的在专注在做一件事情，其实就只要做就好了，因为别人都会帮忙你。哎、如果你够专注的话，那就会聊，那就会来做剧场。马师傅，其实哦，对我来讲，规章你做黑，我会成都了，你是五年来哦，台湾小剧场一只符号的啦，对我来讲一只符号的，也就老屁股没，就一只老师傅的符号。我说啊，这个倒好，啊，不过这个时间挺短的，无关系，其实大家同我问题上个冷门，啊，不管你表演的事情也好，很多 CQ 同地方。就像杭州女神一条马拉松那么了。问起先，那老台湾社区创应酬的那一年，他不单枪黑演员，他们小剧场学校的高中老工友，对应酬的那一路方，有时给他的前导车，有时给他的松水本参加比赛才开始走的人，不过那条路一样的走一久的亲人亲辛苦的，那个一天呢甜甜亲亲，老台湾的社区厂普鲁，也是给那个是一只普鲁工，铺一条长长的路，有的路段是黑胶路，有的路段是靠不到的舞台，有的地方根本就没路，行下都火把顺开路，而挖穿一座雪山，开一条隧道出来。漳州的本家社区创的马拉松，一直走到后边的终点。